这里是一份黑胡椒味的香肠，还有一个双色鸡肉卷，然后下面是新疆大盘鸡丁面，然后这里是一份酸辣汤年糕，然后这里是一个草莓蛋糕。Hello，大家好，然后今天就吃这些东西，然后就开始吃吧。先吃这两块肉好了，它冷掉了比较难吃。先吃这个黑椒味的香肠。你想吃吗？来，给你留一口鸡肉卷好了。我觉得它那个皮如果再脆一点会更好吃。这个面，因为它打包过来，我把它翻了一下，然后现在看不到鸡丁了，就一点点蔬菜可能。还有这个是什么？鸡肉卷，老包心心念念很久了，真是鸡肉卷，不是饼卷鸡肉。好，先吃这个面。这个面的话，我觉得它那个劲道还可以，就是不是太软，也不是太硬。但是我觉得，如果酱再多一点的话，会比较好。看它的鸡丁，鸡丁是那种软软的那种，很嫩的肉的那种。刚才那一颗是土豆，小土豆，土豆也挺好吃的。那家鸡丁好像都蛮大的。
这个鸡肉卷。哦，包真的好吃。这个真的太棒了，我跟你说，它第一口咬下去，它那个皮，它就是超级超级薄，然后就是感觉一咬下去，它皮的那个汁水都会流出来的那一种，超级嫩。然后里面的馅就是还是我第一口的感觉是那个蔬菜味比较多的那种双色鸡肉卷，可能是说那个里面有黄瓜和萝卜在里面，还有一点肉。然后外面这个应该是那个鸡肉，那个皮真的超级嫩，超级嫩。这个皮太棒了，太棒了！我包真的很好吃的。嗯、你要给你留一口吗？嗯。这个真的好吃，想把它那个菜整一口塞进去。哎呀，有人嫌弃我拿筷子。哎，它这是豆角，哎，不是黄瓜。超好吃的。这个是，就是我之前吃过酸辣粉那家傻老帽家的那个，酸辣年糕。你看它的料，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土豆啊、豆泡啊、海带啊、千张啊、金针菇啊。你猜一下它多少钱？还有这种香肠啊什么的。先不告诉你们多少钱，要供完。因为之前书垫的比较高，然后吃起来很麻烦，然后今天垫了什么？今天垫了一本日语书在下面，所以感觉就是拍的时候，就是人可能脸就拍不到。今天那个土豆片两片，它分不开了，我就一起吃掉。哎呦，太滑了。我之前有一次录那个学校食堂的炒年糕，然后你们都说你们那边没有这种长条的年糕。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的时候长条的年糕比较多，然后后来都是用那种这种形状的切片的那种年糕。
现在我更喜欢吃那种切片的年糕，我觉得长条的夹起来不大容易吧。好多的，其实对这个傻老帽这个酸辣年糕，我觉得我有一份感情在，就是说到就要哭了，就是大一，哦不是，是大二，大二那个时候元旦我有两个室友回家了嘛，然后我和我们豹哥待在寝室里，然后我就想尝试那个21天减肥法，然后他那个21天减肥法不是前3天就是不吃东西，就可能早上喝点黑咖啡啊，然后喝点那个蜂蜜水什么的嘛。然后我就是准备元旦3天假期，就是实行这个3天的那个断食嘛。然后第一天我就是熬过来了。但是因为我们寝室那个水没有来，然后那天我就出去买了一杯纯牛奶，对，买了一杯纯牛奶。那时候好像那天下午出去，刚好那个，那叫什么东西啊？哦，老炮，我还和豹哥去看了那个老炮，去那个电影院，真的是，鼓鼓鼓，鼓鼓鼓，我给你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咕咕咕就是，那个搞笑一家人里面那个教导主任，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喜欢就是讽刺别人的人嘛。然后他夸别人就是 good good good， 然后他说成就是咕咕咕，就是反正我以后如果说咕咕咕，我就是很讽刺的说这件事好的，哎，就理解一下吧，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是那个电影院里面，肯德基的味道，还有爆米花的味道，真的是咕咕咕！我跟你说，我真的快饿死了。然后就喝了一杯纯牛奶，第一天。然后第二天，我真的早上饿到不行了。然后我中午就点了一碗沙老帽的这个汤年糕，这个才7.5块。然后把这整盆都喝下去了，汤都喝得一干二净，因为真的没有水，真的是。完全减肥减不了了，我跟你说。唉，后来我跟他们说，他们都笑我，说一次笑一次，真的，整盆就是汤都喝完，然后那个调料就是，就只有几颗那种调料可以看得到了。他送来有点久了，他每次送来都超级烫，然后又很咸，吃完就很想喝奶茶或者喝甜的东西。今天我等了一会儿，现在都不是特别烫，但刚好
但它年糕就是泡的比较软糯了。其实我比较喜欢那种稍微硬一点的，就有点偏粉了。吃这个，哎，今天都对上焦了，好开心啊！就是为了那时候那个什么21天减肥法，我还做了充足的准备。就是前一天晚上就吃的很饱，我点的好像就是鸡肉卷、汉堡什么那种油炸食品嘛，就是为了让自己稍微开心一点嘛。然后那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个什么，想想看我要说什么来着。哦，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在看一部剧，就是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时候那一阶段很火的那个 BBC 的那个迷你剧《无人生还》，就是那个元旦的时候。而且这部片是我在 B 站上看的第一部片。其实我第一次接触 B 站的时候，说实话是那个时候，古剑奇谭的那个时候，因为还蛮喜欢那个李易峰和那个陈伟霆的嘛，然后陈伟霆那个跳舞的视频不是很火吗？然后我就顺便也去 B 站看了一下，然后从那以后就没有进过 B 站了，然后就是上次去看那个无人生还的时候，然后去看了一下那个剧，然后看了那个无人生还之后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 B 站，再上一次就是去年暑假看吃播的时候。这就是我的 B 站之旅。干嘛？哎呀，我的草莓。
它下面有一点布丁，被我挖的有点难看。因为我不看那些什么漫画，什么罪犯，我就不大懂这些。我也，进 B 站之前也没有看过什么那种宅舞视频啊，所以我对这些不是很了解，所以就是这样子。但我现在会看那些跳舞的视频，我觉得真的好带劲啊。闭上眼，我操！还有最近就是，我就是脑子里有一段旋律，突然想不起来了，然后我跟室友他们都不知道。然后就哼给你们听，你们就是帮我听一下这是什么歌，是这样子的、哦，不要笑，就很正经的，就只有真的只有一小段哦，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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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然后中间一大段都没了，然后后面还有一小段就是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好像是他第一段的歌词是什么？前世还是什么，然后我就不知道，而且我就是那个 QQ 音乐识曲，但是也识不出来，就是这样子。它那个草莓的那个酱稍微厚了一点，我感觉有点腻的那种，这个草莓底下的草莓偏酸，味道一般。就长得比较好看，我就是看中它长得比较好看。我觉得这个 QQ 音乐那个听歌识曲真的好差劲啊，我那么多年来我就只有一次听歌识曲识出来过，就是那个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因为我们以前那个初中他中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是学校里面广播会放张杰的这就是爱，还有就是我和草原有个约定，但是他那个副歌部分吗，他就是我和草原有个约定，他这边不是唱那个中文的吗，他就是用那个驴代替。哦，我要唱那首歌了。对对对，我们老包你唱大声一点，老包那你附和我一下好不好，一般我在寝室唱歌的时候唱到一半老包会加进来的，就是驴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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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一段缺就是被填掉了嘛，我就不知道他的歌名，然后有一次哼唱 QQ 音乐那个就识别出来了，才知道这是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其实我唱歌不好，但是我小学的时候还进过合唱队，因为那个英语老师说我唱歌的时候就是一直我唱歌的时候就是表情比较好，就是一直在笑，他就是选我进那个合唱队。但是过了一周之后他还是把我踢出去了，因为我唱的不是很好听，然后就是鼻音也很严重，所以他就把我踢出去了，就这样子。